你看，下个月28号召开，我算了一下，大概还有2个月的时间。稿子基本完成了，丽娟，这个会议太重要了。日本人正在研制比芥子气危害更大的化学武器，我们一定要揭露他们的罪行，让全世界的舆论都来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反人类的行径。明太，该做决定了，你说呢？丽娟，走，陪我出去走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怜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玉箫。刘禹锡的诗，我觉得啊，这首诗更适合你现在的处境。为什么？难道你不觉得现在是你苦尽甘来排云而上的时候了吗？是最佳时机了，李娟，我已经想好了。这就像打仗，无论走到哪里，我吴明泰都是一个抗战的小卒子，绝不后悔。前日，技术处截获了一份日军绝密文稿，经破译，曾因吴明泰不与日方合作，日方派出追杀人员，企图暗杀吴明泰，但未取得成功。近期，日方向新国际化学年会而改在意大利赴会，发出全力阻止吴明泰出席此会议的命令，请主任过目。你们几个说一说，为什么日本人这么怕这个吴明泰？吴明泰是著名的化学家，由此估计，日方在研究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分析得很有道理。那你们几个说一说，吴明泰现在会在哪儿啊？留下，你们几个出去吧。是是。是不是金统局下达了对他的密杀令？是这样的，主任。这位就是林团副，这位是三营长。好，林团副，你好。他们的身手都是国防部最棒的，是吧？林长官你好，都准备好了吗？所有装备全部准备齐了。好，这一次任务很艰险，有你们仨在，我踏实多了。上车吧，这边请。好，走。团长，如果遇到拦截怎么办？扼杀无论。是。ハッカー、我が軍は我が軍の統治区域に限らず、広範囲にわたって至る所に秘密裏に検問を設置しております。ご民隊はいかなる経路もたど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もちろん。飛行機で飛ぶこともないでしょう。天皇の命令だ。我々の秘密計画が中国の吴明泰を驚かせ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だ。鈴木君、少しの不注意も許されんぞ。は、はい。どうだ中川少佐、あの素晴らしい秋空を見たまえ。まるであの青い空に白い雲、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国旗がまるで太陽のように輝く。なんとも素晴らしいだとは思わんか。私は美しいものに対し何の興味もありません。そんなに心配することはない。
君はまだ生きて帝国のために戦えるじゃないか。君の皇国としての戦意は誰もが認めるところだ。心配いらん。将軍のお言葉を覚えておきます。ところで、ご民安の妻は今どうしてる？自殺を図りました。そうか。彼女には我が皇国のために働いてもらいたかったけどな。はい。火车站这些交通要道都被他们严密监控了，我们想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有别的办法吗？太难了。我了解这些人，他们鼻子比狗还灵，肯定是嗅到了什么气味，所以才迟迟不肯走。既然这样，我们干脆大大方方走出去，看他们怎么着。哎，没那么简单。别说我们走不出去了，就算我们走出去，其他地方的车站、码头还有飞机场肯定也被他们控制住了。看来我们是没有办法走出去了。李轩，你不要着急。打个天下，我就不信没有讲理的地方。我们大大方方的离开，看他奈何得了我们。哎，不能这样，真的不能这样。李娟，人固有一死，我吴明台已经是九死一生了。这个国际会议太重要了，我们一定要揭露日军骇人听闻的计划。我只要有一口气，就绝不会放弃。走，跟我走。明台，你冷静，你先冷静，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再想想，我再想想办法好吗？人都在里边，消息可靠吗？可靠，我盯了他好几天了，今天终于发现那女的进了这里。施主，外边没人。谢谢你，小师傅。明太，是时候了，走吧。好。那女的进去就没出来？没有，进去就再也没出来，我盯着连眼睛都没眨。你可看准了？没错，抓不着人你就杀了我。好吧，你去领赏钱吧。我们出不去了。阿弥陀佛，庙外风声不断，定有险恶之人闯入山门，请随我来。能为吴先生做些事，乃我佛门之荣幸，请切记，无论外面发生何事，千万不要出去。老僧告辞。
别动！都抓了两个和尚，没有其他人。不好，没有任何发现。说，那个女的和她同伙藏哪儿了？施主，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站长，我跟他说两句。阿弥陀佛，佛门圣地，出家人不打诳语。这个女人掌握着我们国家的重要机密，请您配合。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你知道怎么让她开口？恕我不敬。啊，师父！啊！说，那女的在哪儿？我真的不知道。啊！畜生！这样下去不行，我得出去。还有十多号人，打死他！说，你到底藏哪儿了？这些行尸，他们不拿目的是不会罢手的。给我打！亡命徒，而且巡统局的主要使命就是铲除那些他们认为是汉奸的人。以你现在的处境，你出去了，他们一定会杀了你。他只是一个孩子，所有事贫僧一人承担。好，停！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再不说，把你这庙给你烧了！说，罪过。罪过，焚烧寺庙不是你们该做的事。估计你能挺得住，看看那小子能不能挺得住。不是我的错，你回来，回来，你不能去，你不能去。给你最后一次，说不说？师父，师父！山上有人放枪。李全，我再不出去，他们要把十多人打死了。明台，你答应过。你不能再死一次。过去，过去。丽君，我不能看着你这样去死，不能。你记住，一定要去意大利。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这是国家的事儿。来了，楚小姐，我说嘛，你即便是跑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我的手心。连这些与世无争的出家人，你们都不放过，
简直是在给党国脸上抹黑。只要舒小姐乖乖的跟我们走，我保证绝不再为难他们。走吧。这件事跟你没关系，你快走。我是吴明泰，你们不能把他带走。吴先生，久违了。我们奉命带舒小姐回去，正好你也跟着一块走一趟吧。舒小姐曾经是我的助手，有些事情没有做完，她来帮我，所以离开了重庆，有责任我来担着。把她留下，我跟你们去见委员长。明泰，你不能这样。站长，吴明泰就是个汉奸，咱们立大功的时候到。明泰，你的身高比什么都重要，你快走啊！他哪儿不能去？给我！你们是什么人？居然敢动粗！明泰，别打了！明泰！他妈手太狠了，他死了，你知道吗？我们为了救他，损失了多少弟兄，你知道吗？站长，我们打死的是汉奸。再说，这不还有个活的吗？撤！军统的人连僧人和孩子都不放过，他们跟日本人有什么区别？一定是被他们带走了。从时间上来看，应该刚走不久。西元，你来照顾胡先生。很难下手的，大哥，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舒小姐带走啊！对呀，根据他们的行程，他们的油料所剩无几，而在这附近，他们所需要的油料只有这个县城有，也就是说，这是他们的中转站。大哥，您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进城就在城里下手？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如此，走，跟我进城。是。
还以为是什么国家机密文件，原来是些书稿。人都死了，留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不烧也可以，只要你老老实实听话，不然我随时烧了他。怎么样，团长？外边有两个哨兵，人质在屋里。那他们屋里至少有两到三个人。先把外面的干掉，摸进去，找准那房间，要出其不意。是，走。团长，您去休息吧，我在这儿看着你。好。嗯。你们两个，出去守着。为什么要跟吴明泰那种汉奸私奔呢？为了你们文化人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跟着相好跑，两样都不要。呸！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国家大事全败在你们这些人手里。啊！死到临头，你告个球啊！他妈信不信？只要我想，今天晚上我就把你这个金枝玉叶给你摘了。谁？送茶水的。送什么茶水？党国的败类，他们两个已经解决了。下去，是，走，快走，走，走。胡团长，混蛋！先收吧，很重要，一定要保管好。好的，放心吧，快走。哎，朱国强，快走，快走，走，走。朱国强，这是中越边境，只能送到这儿了。我还是放心不下明泰，他怎么样了？现在伤势很重，我留下齐远照顾他，他来不了了。不行，他不来，他不来我不能走。我没时间跟你磨嘴皮子了。现在能代表吴先生的只有你。吴先生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揭露日本人的阴谋，差点掉那脑袋。你要是再不去的话，吴先生的血就白流。你好好想想，苏小姐，你别再固执了。来，快去拿上。越南那边有我们的人接你上船，蓄意打你，一个人漂洋过海，要万分的小心，保重。答应我，一定要保证吴明泰的安全。我会的，来，快走，快走。
我还有任务，我先走了。我们去送送你。真的特别感谢您，感谢您救了我爸。等吴先生醒了，多陪陪他。大爷，这边就拜托给您了。放心吧，放心。还有，日本人和军统的人还在追杀吴先生，尽快把吴先生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嗯，明白。记住，北平你叔叔的事儿别跟他多说，明白吗？明白，明白。我走了。许叔叔，您慢走，路上小心。你就告诉我，教授们的薪水。为什么还没有拨到学校？教育経費は軍費になりました。说中文，这里不是东京。是，教育经费现在已被军事所用，我也没有办法。对不起，岂有此理！难道你想让教授们都饿着肚子上课吗？对不起。进来。文教授。有什么事儿吗？校长，张教授和李教授已经三天没有来教课了，他们全都病倒了，却没钱看医生。还有很多教授家里都已经断粮了，你说这课怎么教啊？我知道了，你都听到了吗？两天之内，必须把经费弄到，否则学校将无法教学。嘿，走啊！校长。校长，你没事吧？这是田老师，你怎么了？文教授，吴校长，田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突然昏倒了。校长，家里已经断粮两天了，他是教体育的，怎么能受得了呢？田老师，对不起啊，是吴某无能，吴某无能啊。校长，千万别这么说。先扶田老师坐。师傅，我买包子。哎，王先生，哎，就剩两斤包子了。都给我，都给我。慢着，慢着。今天包子铺我们包了，我们还能再卖给您。我已经付过钱了。哎，我笑话，我没有卖的东西，怎么再卖给你们？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理啊？哎，你们不要欺人太甚！还不如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领民！你们干什么？住手！你可知道，他可是北平京华大学的吴明安校长。京华大学，那就是这个。再说一遍。爸爸！啊！快！
你的，竟敢殴打大日本子民，良心大大的坏了。那个长官，我是京华大学的校长吴明安，啊，他是我们的老师。吴明安，八个。校长，校长，校长，领导人。你们给我听着，大日本帝国的子民不能接受中国人的侮辱，如果有人敢进行挑衅，他就是下场死了死了的。受不了鬼子凌辱，他刚才死尽了。校长，这难道就是我们的生活吗？国人在骂我们，我们的自己良心在谴责自己，日本人却无辜地迫害我们，我们还有一点自尊吗？吴校长，大半年了，我们受过已久，我现在必须要说，再不说我的心要炸了。咱们都是人，要过人一样正常的生活，我们再也不能过这种日子。对，为韦教授、田老师报仇，走，找日本讨公道去。走。这些中国人真是自不量力，居然敢在这里密谋挑衅大日本皇军，统统的带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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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的，别碰，别碰，快点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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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上，快点，快点。学校で2件も教授の殺人事件が起きました。海庵は狂っています。少しも協力しません。あの清穴呉明恩でさえ押さえつけられるのに、なぜこの中国は制服できる？世界政府は一体どうなる？あんたが言え。特にあの女の教授、日本の放浪人に大勢の前で侮辱を受けた事件で、教師と学生に不愉快な気持ちを与えました。おそらく情勢はさらに崩れるでしょう。いや、もうそのことはいい。今鍵になるのは呉明恩をどうやって押さえつけるかだ。
王女に頼むしかないの。将軍、本当に恵子さんを彼に与えるのですか。いや、富見恵子もあの皇国のためにはよく分かってくれるはずだ。はい、報告します。入れ。将軍、将軍の手代で海穴を憲兵隊にご送されました。よし、よく覚えとけ。我が大日本帝国は勝利のためにはどんな犠牲もいとわん。はい、すぐ傭兵隊に行く。你们这些人扰乱治安，挑衅皇军，统统的枪毙。禽兽，禽兽，发起总攻势，枪毙他！太酷了，不用了。やつら枪毙だし、皇軍挑発した、全員銃殺刑だ。このひどいことやったのは一体誰だ。自分です。お、はい。王先生，请跟我来。王先生，明白。校长，你不能去。校长，校长，很危险，你不能去。校长，校长，校长，危险！校长。校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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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先生，事情怎么会闹成这样？是你们，是你们欺人太甚，是你们欺人太甚。吴先生，不要激动。今天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不幸？还有什么比这生不如死的日子更不幸的？张琴女士在十几天前在化学实验中因为爆炸不幸去世了。什么？说什么？杀了她？是你们杀了他呀！你们杀了他！你们杀了他！吴先生，我们对张琴教授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哀悼。你是不是糊涂啊？可我不这么做，他们会杀了你的。我就是死也不允许你为他们做事。先生はこの校長だ。銃殺なんぞは絶対に許さん。眼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悲伤更救不了你和你的同仁，闹事者将会被统统的枪毙。林国将军，林国将军，你是承诺过对学校的人员不滥杀无辜的。啊！各位同仁，今天咱们大家可能是最后一次说话了。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
就是没有人气。咱们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咱们有什么脸见咱们的同胞和亲人呀？咱们是被鬼子杀的，现在被他们枪毙了，总比有一天被咱们中国人枪毙要壮烈的多。对，不，他们没有罪，你们不能杀他们，他们不能死。现在只有你才能够救他们，别逼我。